谢谢谢谢谢谢，啊，素菜的啊，啊，这个看得出来呀，啊，很喜欢您呐，啊，没有没有没有，啊，看着您有点面熟啊，那你是不了解我，这个仿佛在哪儿见过，哦，你看过电视吧？我们家里有哦，给您道喜，嗯，谢谢。这个大家伙都是喜欢听相声，是，尤其是您的相声啊，大家伙是特别的钟爱。那不敢当，观众朋友向您打招呼。哎，再见啊，好，啊，好，再见啊，哎，有机会常来啊。哎，这个，嗯，好，嗯，我也希望啊，我们这个剧种啊，也能跟你们似的这么繁荣。您等一会儿，等一下，等稍等啊。你们这个剧种，对，这么说你不是说相声的？你把我也当成说相声的了？我这是高抬你了吧？哦，我可不是相声演员。哦，咱们隔着行呢。某种角度上讲，也算是半拉同行。哦，那您从事什么专业呀？啊，我是戏子。我戏子。您这心也太宽点了啊。这怎么心宽呢？什么话呀，说的这是啊。嗯，什么叫戏子呀？戏子都不知道吗？啊，不太清楚。就是我的上辈就是唱戏的，传到我这一代呢还是唱戏的，故称为戏子。哎，你要这么说我能理解啊。中国有句老话嘛。怎么讲的？说得特别好。嗯，叫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哎呦，咱别说这么牙碜的话好不好啊。说的就是咱俩。那我拿人戏子。您这是胡说八道啊。老话搁到现在也用不上。对，就是跟您开个玩笑。跟你又不熟啊。嗯，慢慢就熟了。哦，我希望咱们能够很熟。哦，互相呢都有帮助。是是是是，因为半拉同行嘛。你老说这半拉同行，嗯，到底您从事的什么专业？我是河北梆子演员。我这都有尿碱了都。你这个演员嘴可够松的啊。嗯嗯，就是河北梆子演员。梆子啊。哎，梆子演员。嗯，你对我肯定不大熟悉吧？这不是刚认识吗？因为提起我来，嗯，在你们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人气啊。但是要提起我的老恩师来，哦，那可是大大的有名。哦，您的老师是天津河北梆子老艺人韩俊清。嚯，您说的这可是前辈的大师啊。那当然的。哦，那是我的恩师。您的恩师叫韩俊清。对。那您叫吴眼清。我，你这个人缘不是很好啊。在人缘什么事儿？谁打的吴眼清啊？不，嗯，武艳清。啊，武艳清。哎，一个单立人，这边一个武。嗯，五百的五，知道吧？我，啊，知道。嗯，燕呢，就是燕斗门那燕，知道吧？嗯，燕，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我怎么就没明白呢？嗯，啊！不要找事儿。嗯，什么意思？不知道。不熟悉啊，不熟悉。嗯，清呢，嗯，就是海清的清。哦，知道吧？这么仨字儿。对对对对。嗯嗯嗯，燕青。哦，这么说您也是唱青衣的？那当然了。嗯，旦角。旦角没看出来吗？特别淡。你要淡定啊。嗯啊，旦角。这是没看过你演出哈。我不经常在咱们内地演出。哦，您经常在哪儿呢？活动于西南境外金三角一带。
那您那个瘾大不大呀？大，可大，戒不了。对了吗？我们那哈，你不要瞎说了啊！哎，我们这是有王法的地方啊。什么呀？还戒不了？金三瘾呢？北京都没人听了。嗯，金三角听河北梆子。这不吃错了药吗？这不是。诸位上眼看那模样，我认为不但有人爱听，而且是大受欢迎。在哪儿啊？就在金三角。我只要一去了，他们就来精神；我只要一走，他们就嚷嚷着过瘾。你是卖货的？卖货的像话吗？你去了，他们就过瘾吗？过戏瘾。哦，吓我一跳。我在那个地方也有自己的剧场。不是啊。哎呀，比你们这个大。嗯，真的，我那个剧场门口有我的画报。哦，懂什么叫画报吗？不懂。就是我的照片。哦，贴着您相片呢。哎，这照片。嗯，那么大姑娘。你说的都是什么呀？他也不懂。那个真有艳照吗？没完了。嗯，你看看你的观众多热情。有啊，燕青嘛，可不就我的艳照吗？哎，这么一说就解释得过去了。嗯，就在那上面贴着啊，下面呢写着字呢，还啊，就是领街主演。您这是要饭的呀？领到街上给人演去，这是主角啊，主角的意思。看哪主角长得跟橄榄似的啊，青果的脑袋啊，知道吗？领街主演。嗯嗯，我手底下有一大帮人。是是是是，在剧场里面都是我说了算。哦，园子里边听您的。他们呢都跟着我吃饭。嗯，角吗？我这次呢来咱们北京呢，嗯，想找一找同行老前辈嘛，就是切磋一下这个。您说是唱戏的同行还是贩毒的同行？早晚那领，我离不开这个了，是吗？我怕你离不开啊。唱戏的同行。哦，老前辈啊，就是交流一下。您应该上河北省，那儿唱梆子的多。不行，我们这儿都开不出工资来。啊，河北省那个老艺术家都搬北京来了。哦，北京这是首都啊。嗯，是是是，在这儿住着安全，净给我们添乱啊。没听说过。嗯，后来呢，这帮老先生都是死的死，亡的亡啊。你那意思，这没供上货是怎么着？什么呀？什么叫死了死亡的亡啊？岁数大了啊，老前辈们故去了，很可惜，我有点伤心。是是，在这儿呢待了也有好几天了啊。我一想，差不多就回去吧，因为那边那个观众啊都呼吁我呢，知道吗？呼吁我就赶紧回去。哦，等不了了，先拿根烟卷先盯着。什么呀？啊，盯不住。盯不住吧？盯不住。就这么说，您这就要走了？这要走了吗？啊，就是赶紧回去，因为那边那观众朋友都等着我呢。别去，您这样吧。你想啊？哎，啊，吴艳青。好容易来一趟啊！您这一回走了，可不定还回得来，回不来了。这叫怎么说？听说你们那儿乱着呢，是吧？还行，还行。万一您要死在外头呢？您这艺术我们都没瞧见过，现在医学很发达。您是说可以克隆一个啊？咱们这样吧，嗯，选日子不如创日子。嗯，今天这个机会非常的好，楼上楼下来了这么些位，咱们今天欣赏一下您这河北梆子怎么样？可以吗，诸位？嗯，今天我高兴，而且您的大名我稍微我也知道。您说的这都不像人话。嗯。哎，稍微你也知道啊，稍微也知道。哎，我因为我也看过您的影像资料嘛。哦，你也买过盗版盘。嗯，盗版盘干嘛呀？啊，在网上一搜就能搜得到。哦，听说您也唱戏吗？我学过两年。好，嗯，咱们互相的探讨一下。哎，向您学习。不，您这是客气。你再说一遍。你瞧你那个作死的样儿。嗯嗯。咱们互相的探讨，好吧，好不好？两个人一起来切磋是吧？嗯，好。你这样吧，你说，你挑出戏吧。我挑一出戏。你挑一出戏，就这。
得听您唱我。我啊，你不要客气啊，因为我是专业，毕竟呢您还是业余。我会的呢比较多，我会八万多处呢。这个雨停之前别出去啊，回头拿雷把你劈了。嫉妒啊，嫉妒，羡慕嫉妒。我会八万多处、我说出一出戏来。有八万多处河北梆子吗？有啊，能唱十出也不至于黄了，我告诉你们啊。我自己导自己演呢。吴彦青啊。那就没有肇事者了啊。什么呀，就是自个儿吃错了药了啊、自己导自己演。自己导自己演，哎，太好了。不是这么着导，知道吗？是反着来是吗？没错。哪首啊？自己编导演这一题。嘿，真难说，您再来一遍，你准说不对。编导演题。你看看，你看。我就知道你的嘴不利索吗？好吧。编导演。行了行了。是吧、先把药吃了吧，好吧。打完针来的。哦，那就行了。打完针觉得精神怎么样？可以。还是嫉妒啊？没听说。来吧。嗯。这么说，今天我们与高人岂可交臂而失之？哎呦，这句话什么意思？还行，还行。我觉得您没念过书，真的。我今天傍着您，咱们唱一出。别介，咱们互相的探讨、我是业余爱好，喜欢唱，但是一点点皮毛而已。主要是听您的。您不要客气，好吧？您不要客气。咱们挑一出戏。您挑。好，咱们来一出什么呢？哎，木柯寨怎么样？办了啊，好戏，木柯寨。来，来这个，不会。你那个真失效了，我看你像盯不下来的样儿。这戏太冷了，木柯寨还冷，这都臭了街了。木柯寨不唱啊，再换一出。旦角呢？咱们《白蛇传》怎么样？罢了，《白蛇传》家喻户晓，不错。白娘子她的爷们儿叫许仙，是吧？哎，咱别说这么牙碜行吗？白娘子她是一个，她不是一人。是吧？因为他是一妖精嘛，他是一个，他是一大肠，不，大长虫，大长虫。哎，这出戏是歌颂小肠人的，合着，他是一大肠。哎呀，大长虫，是吧？这戏这戏好，好合同。唱那咱们唱不了啊？唱不了，为什么？就知道这一点。你看人家倒谦虚啊。要不咱们来秦香莲怎么样？唱不了。这怎么也唱不了呢？秦香莲，这是什么呢？这是悲戏。因为我挺讨厌这戏的，你知道吧？唱人那哇哇都哭，现在都什么社会了，对吧？不能唱这戏。哦，这戏秦香莲都不能唱了。你说我们这行多难，这玩意儿。我想一想啊，咱们这样吧，你要再说别的，我可不会了啊。就这一出，成就成，不成的话，鞠躬下台了啊。没错，来出《分河湾》，早就应该唱这出戏。为什么呢？废话，人报分河湾了，你不唱？对不对？人报了，你唱一打灯殿，那叫什么玩意啊？对不对？这报幕说分河湾你听见了？我听见了。那要别听啊，恢复的还不错。还行。好吧，咱们就来一出分河湾。好，好，那我来分河，你来湾，好不好？你啊，你说的那都是人话呀。啊，不是人话呀。分河湾这是俩人呐，这是跟您开个小玩笑。我认识你是谁呀、慢慢就熟悉了嘛。啊，熟了好抽你。我怎么那么欠抽啊？啊，不是，咱们得分一下角色嘛。分一下角色，逗你的，逗你。那我问一下，你有底下的票吗？没有。那都是我的，你就得出去了啊！别介呀，别介过得去吗？啊，你看看啊，这个你说吧，我说，你来谁？不是您是角儿，你不是，因为什么？我会多，我都行，知道吗？那都是你的吧？不行，你有票吗？
你偷眼？我没跳，这园子是我的。这也是一办法。我是你走是我走，咱俩都留这儿吧。都留这儿。这一共就俩角色，那好分呢。一个老生，一个青衣。好，您不是唱青衣的吗？对呀、啊。那你就来这旦角。我来这旦角。对。那您呢？我来老生啊。好，正搭，对不对？正搭。你猜我听懂了吗？什么玩意儿正搭？就是配呀、啊。不配呀、啊！我真不爱理你，我告诉你吧。老生青衣嘛。嗯。啊，老生青衣啊。嗯。那您来这青衣啊？我来青衣啊。好极了。嗯。啊。我来谁？我来谁？这不是说来青衣吗？行，来、嗯，那我就来青衣啊，好吧。青衣是谁啊？我来青衣。嗯，行。你来老生吗？你来青菜吧你。青菜呀、啊。青衣谁呀、啊？你瞒不了我，你瞒不了我。这里面这是谁呢？这柳迎环。哦。嗯，对不对吧？对对对对对。真有啊。你准听过评书啊？这旦角叫柳迎春，也叫柳银环。对，梆子叫柳银环。嗯啊。对，柳云环。行，我就来他。你来这个。行行行行、嗯、那我来这老生。来老生好吗？我来这薛平贵。什么呀、嗯、薛平贵？那我是柳云环，咱俩什么关系？两口子。严肃严肃。你瞧你那模样，严肃得了吗？那得说清楚了，就这一会儿。就一会儿啊、嗯、对不对？你的意思你憋着讹我一辈子？我承受不了，我告诉你，我也承受不了。客人说清楚了，就这一会儿。这不演戏吗？棒槌带血筋的棒槌。你这还不是血筋在大动脉上，我告诉你们啊。我就这一次我也是冲的。嗯。咱们说开始就开始。开始吧。好不好？那个把这东西什么都拿出来。白粉啊。什么呀，都让人朋友看笑话了。谁看笑话了？人都乐完了，人家都。乐也是乐你。没听说过。啊，就是咱们舞台上就是演员穿的那个寿衣。是不是，我捧你，你盯到月底没问题。你怎么那么悲观啊？用那个专业的术语就是装我。一回事儿。我什么都不明白。死人穿的才叫装过呢。什么呀，就是演员穿的那个花花绿绿的那个绣着煎饼鹌鹑鸵鸟啊。哎呀皮皮虾呀。哎呀，你少看香港电视剧吧，我告诉你啊。你说的这跟僵尸那导师差不多。不是，花花戏曲服装不是行头吗？哎呀，对，我说行头怕你听不懂。法律要是不管我准得弄死你，真的。行头啊，行头，行头啊，这没有说相声后台哪预备这个呀？那怎么办呢？就素身唱，穿什么是什么。素身是吧？对呀、啊，就穿这个了。可以呀、啊。哎呀，没清唱过，哦、你知道吗？没这样过。是啊。但是来的比较仓促，来比较仓促。嗯嗯。可能我那个同伙也都没来。对。来不了了啊。什么呀？都逮起来了啊！都逮起来了，我同伙来了，都给我带来了。哦，一包一包的。什么呀，就是一块跟我干那个的。干哪个的？什么都没，就是拎包子那群人。好，拎包子没送饺子呀？饺子有醋没有啊？没听说过啊。就拎包子那些人都没来。跟包子。哎啊，他就穿着这个。就剩您一人了啊。将就吧。是。什么乐队什么的，那你得叫来啊。说相声哪有乐队呀、啊、乐队怎么办？那咱们就凑合吧，拿嘴学这文武场锣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那就互相照应一下吧。那可不呗，好不好？好极了，可以啊，来呀，来。嗯，我们老觉得瘆得慌。
瘆得慌啊！来吧，咱们就这个样子了，是吧？那个，我看你这有手绢，对，简单的扮上一下吧。哦，你要化好妆，区分一下人物嘛。哦，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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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这个吧。哦，行吧，好，就包一下头就行。啊，行吧。所以说，说相声的不能没有摆手绢啊。哎，你人确实是在捯饬啊，捯饬完了效果它是不一样的。嗯，哎，就是闷得慌。我说话你听得见吗？喂，这样吧，你不是小鸡子儿？哎，你不是大鸭蛋的？哪出这是？你在金三角说相声的吧？咱们这就开始了，是吧？把桌子搭一搭，分出前后台来。我还搭桌子。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边为后台啊。好，来。行，这差不多了啊。好，咱们还得需要一把椅子，是吧？啊，就是道具嘛。对，你得找把椅子啊。正宫一点。啊，你来啊。嗯，他们跟你开玩笑，赶紧快去。嗯，那我来吧。哪儿呢？我来吧。我也是嘴欠，我跟你说吧。行吧，这位置行，这就可以了。咱们这就开始了啊，开始，好极了啊！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咱们互相配合着点。好，咱们上，好好在哪儿待着？这边就是上场门，这边就是下场门。哦，这儿呢？这当中舞台的中心呢？哦，那儿呢？那后台啊？嗯，这儿，这不椅子吗？不是，这儿椅子后头，椅子前头。来吧。哦，这就明白了，这就啊。您准会 啊， 啊那行，来吧来吧。哎哎，怎么着？怎么着？怎么该怎么着怎么着啊。嗯，会哈、啊、会肯定会啊。这个谢谢啊。干啥呀？我让你上后边讲话去。直客气，谢谢啊，用你。来啊，嗯，不是，你该上场了，你这得啊搭架子呀，该唱啊。对搭架子，你让我搭架子就完了吗？那赖我了，这事闹的啊。啊，那会吗？会。哦，来专业能不会？是啊。来啊，这个大架子，大架子，架子，哎呀，干嘛呀？你在哪儿搭架子出身啊？你棚匠是怎么着？什么呀？搭架子就喊搭架子呀？什么？不是，你有词儿啊得？有词儿啊？我当然，我必须我得有词儿啊！我是演员，我能没词儿吗？你打哪儿看出你是演员的？你说怎么着吧？我说怎么着？我不是这头领，你上场吗？不是。对呀、啊，你说怎么？快说！我怎么着？你赶紧，别犹豫，你赶紧的，快点！我怎么着？你打分了啊！你这药劲儿过去了是怎么着？哎，你不是，咱们得说清楚啊！啊，您头场是你先上，对，上完你坐场，然后待会儿再上我。对，你出了，你得唱啊！是啊，我必须我得唱啊！是你有一句搭调，对，知道吗？啊，嘿，您那行搭调都知道，多新鲜呢！丁山儿该来了。你看我专业，我能不知道吗？知道你的唱啊。这样的，我考考你，看看你会不会。那您成功了呗？你还行。我会呗啊。哎，你还行。丁山儿该来了。丁什么来着？丁山儿。我记性还差着啊。丁山儿该来了。该来了。还是老词儿、啊。就是老词儿嘛啊，就是老词儿。行行，不错，可以啊。来，嗯，可以。哎，谢谢吧。丁山儿该来了。该来啦、哎、你这喊冤的这是吧？
什么玩意儿就该来了？现在该来了吗？不是，你得唱，谁让你跟这吆喝了？怎么呀？你拿这玩意儿当叫卖可不行啊！叫卖干嘛呀？答调啊，唱啊！是，这不唱着呢吗？你那叫唱啊？啊！不，人这玩意儿得有腔有韵呐、啊。怎么呀？得有韵呐、啊。韵啊！你唱唱呢？唱唱呢？我们这个传统艺术振兴不了了，这角儿个顶个的250，你知道吗？听没？您理解错，您想多了啊，想多了啊。你有不了韵，韵味之韵啊，这句不能跟这儿喊吆喝不行，你得唱出来。唱来，什么味儿？河北梆子什么味儿？搭调吗？丁山儿啊，该来了啊。这句应该谁唱啊？你唱啊。你干嘛呢？选你，选你啊，这句话我唱出来之后，大家伙的掌声都给我的，你提前唱出来了，完了这会儿我唱出来，一会儿观众朋友不鼓掌了，对不对？选你，选你。您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好吗？选你。我错了好吗？我们正式开始好吗？来来来，丁山，丁山，这再给唱，唱唱，要了亲命了！看看你在你们团唱猴了吧？你这不像青衣的样儿，这个谁唱猴的呀？啊，我倒这么漂亮，拿扇子挡着，不让人看，你这没有艺德。你一点好心眼都没有，没有艺德。舞台上因陋就简，我拿这个就当那门帘挡了点，达调是在幕后唱的，这代表是那门帘啊。哦，这好比就是那门帘子。对呀、啊、我看看啊，竹帘子的吧。行行行，唱不唱？哎呀，来啥的事儿，来迎坛二楼开来了啊！山西梆子带驴叫，我这得得得得得得得领台领台领领台，大气大台，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当个冷，当里个隆地当，当当里当里个里个当。好了，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丁山二楼快来了啊！得得得得个领台领台领领台，大气大台。当里边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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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冷，当里边冷的，当个冷，当里当里个冷的当。哎呀，谁呀？龙山二楼快来了啊！得得得得个领台领台领领台，大气大台。当里个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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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冷，当里个冷的，当个冷，当里个里个里个冷，当当里当里个里个当。回去。干嘛呀你？你他瞧见缉毒的了是怎么着？缉毒的干嘛呀？啊？跑什么呀？我往哪儿跑？哪儿都不能跑啊！怎么着？给人家唱唱戏吗？不是。唱都有唱吗？多新鲜啊！有吗？不能就一句搭调就完了呀。哦，对对对对，我想想，我想这儿好几句呢嘛，这哈。什么好几句？就这四句。对对对，嗨啊，四句呢嘛。对对对，咱那对对词儿吧，先对对词儿。不是你自己单场，你跟我对对着词儿吗？我是金三角那边的。我知道。你是北京那边的。我一会儿就给你送进去。万一我唱了之后你接不上来怎么办？你多塞面。我这那还得对对啊。那当然了，这是四句，这四句老词儿实在没有什么可对。头一句是我的儿分喝完前去打雁，
嗯啊，还老词儿，还老就是二句跟头一句不一样吗？废话，一样那叫重复啊。二句快说，啊，二句是嗯，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嗯，三句，嗯，三句不好，怎么不好？三句啊，我得给他改一下。来，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就配合呀，咱们这禁毒运动啊，这都不挨着，知道吗？还好多，咱不能胡来啊。第三句特别的合适。第三句，蒋生儿坐着在窑门以外。错了不是？没错呀、啊。错了不是？没错呀、啊。这是四一句，三一句，四一句，三一句，四一句的三句是三句吗？对呀、啊，四句是。哎，一句都不会啊。你快说快说，三句都说了，还在乎最后一句吗？好，你倒想开了啊。嗯，等我儿他回来，好把饭餐，餐就是吃，哦，吃餐一样，错不了，听明白了吗？这回绝对错不了，成功了，来来来，太好，我得死你这儿，告诉你啊，嗯，来，平安，哎呀，哎呦，这山西人还没走呢，来来了，啊。当里根儿我左点的这当里根儿冷当里根儿当里根儿冷里根儿真好干净冷当里根儿里根儿里根儿当什么词来着我的儿我的儿他分合了弯合了弯呐天哪去大雁这一句就直枪毙到了这般时分就不见我呀还得亏不是我教的等我的儿他到来问他一句啊好把饭吃哎呦喂餐啊餐嗯，吃餐不一样了，这不一样，这就得说餐。哎，吃西餐。嗯，我就这一次，我长记性啊。马来，当里个噔，当里个噔，当里个噔，个噔个噔，个噔当里个噔的噔，个噔当里个里个里个噔。我得想想我这签儿，嗯，这个缺德的弦儿啊，嗯嗯，啊，再给一过门当里个里个里个噔，当里个噔，当里个噔，当里个噔，个噔当里个噔，当里个里个里个噔，当里个噔，当里个噔，当里个噔那噔噔噔。当里个当里个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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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个里个里个当里个当干干我踢死你就完了嗯我是主角知道吗我在我们金三鸟那边金三鸟我扛把子你知道吗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啊你懂人事吗怎么了我这连着比划行了掐住了吧我得唱了哦你这儿掐住你以为拉七遍的你得费多少纸啊、嗯、拉七遍啊还睡觉不睡了你让我打住就行了我打住嘛再来再来哎来里个里个里个等薛仁贵做事太短剑雕翎箭舍万铜的相见他的父想将儿那千里难争催马来用母看见一位大嫂祖要请
陪唐大嫂亲来见礼呀。疼你哪儿疼，疼你哪儿疼，疼你哪儿疼，略发地包眼。这娘们认生好起来见你呀。疼你哪儿疼，老爷，这是趁着我回来晚了，知道吗？大嫂亲来见礼呀。老爷，你要死啊，你这是啥呀？啊，说话呀，我们这跟你见礼了，你干嘛呢？跟这儿，你这跟我见礼呢？啊，你以为啊？我以为你调戏我呢。我也没见过直溜黄瓜啊，调戏我呢？啊，调戏你呢？咱们这不唱戏呢吗？我怎么着？说话呀！说话。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大路不走，是礼为何呀？啊，还礼了，还礼了！这位军爷放着大路不走，是礼为何呢？嘿，这垮娘们儿哦！你们村就没有普通话吗？啊，这已经够标准了啊！敢问大嫂，此时什么所在？首都啊！嘿，这什么呀？啊，北京龙门郡，龙门郡是庄里德云社，不像话，大王庄啊，大王庄，大王庄，大厅一人打扫，可曾知晓？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全不认识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有名的便知，无名的，有名无名统的晓，你就问吧。哎呀。我还说个日本人呢，我本地是大刘银花，你把那刘银花那么是啊，咱不知道哎，去你的吧。